Hello， 大家好。今天我玩 Roblox， 但是我不是玩真版的 Roblox， 而是 Roblox， but bad， yeah。然后现在你看，从那个垃圾桶我都可以抄到 Roblox， 几厉害！随便地上捡就可以拿拼斧，就直接 Blox 的。哇，我玩了差不多9个月了哦，好像是大家，好像是9个月了哦，玩差不多。啊，差不多要10个月，好像我已经玩了10个月啊 ，Roblox 的，现在才来用不到是，你看，结果今天是我第一次玩 Roblox the bad， 结果你看，哇，一下子拿到 Roblox， 哇，你够容易破关的这游戏，所以，我里面都没有放一些food的，问题是我一立法没有人，很坏。不是坏事，spin， 不是我 ，shadow。首先你不要按着，你这样子放进去按。OK，let's go， 我们继续寻果实。OK， 寻果实就是 find food。Yo， 垃圾桶旁边很多 food 哦。你看 dash， 这么变到这样。哎呦！又我抢到了 ，Let's go！ 可是我怕他们会少。哎呀，太快按了！你看结果这样，什么呀？哦 ，Speedy Food 这么降了？哇哦 ，Police 的周期哦 ，Go！ 蓝黄色的简直是 Police 的周期。My God， 哥，很奇怪哦，这么会降啊 ，At least 有。然后，哦，这样都可以哦。OK， 我们就放 dark food。OK， 看一下这里的 food 有没有什么变化。哇，这是 blizzard food， 怎么我动不动？哦，我被结冰哦。你怎么这样慢哦？啊？几慢哦 ？What happened, bro？ 啊？什么东西弄这样慢哦？不，你看我的太阳，不这么这样慢呢？哦，按第一招。我的太阳呢？对，用第几招？不知道哦。又打死！喂！不要喂！很多这些人这样子的什么东西哦喂这么打我什么事都没有喂不要吧你看我你看因为多利都没有了最讨厌看到这种人哦这种人啊人我见到真的很想要一巴掌哟怎么了 Rumble 哎呀狼布比较厉害是 Spirit 啊我不知道不用打吧我的是这么东西喂不要吧喂我又没有打你们好这是你们逼的哇不可以扔了你看喂那不我必须吃，来点亮他，点亮他！哇，不可以冷这些人鸟哦，真是什么玩意儿？我没有用过，来打！我看来你们玩 Roblox 是 but bad 啊，这款游戏还是要去 private server。你去 public server 就这样子了，很多这种人啊！哇！有 light food， 有 light food， 我也赢了！哇，没那么！你看几多不？OK。Yo， 你看几多？
我的家发财了嘞，但是我不想再被杀哦，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怕再被杀。被杀，你看这些，刚才我在垃圾桶旁边捡到的这些没有了哦。刚才我用了 buff 不小心按到大，结果换来换去，换到这个，rumble 啊。哇，他跳是这样子的，哇，果然是与众不同。哇，那是什么呀？以前我们再去看 ，Roblox Blox 3，就是 Roblox 的 Blox 3 The Bad 这款游戏 ，I think 你们要用public server， 哎，不是 public server，private server， 不然呢，很坑人哦。他拿到 level 4，但是我们也要遵从自己的良心好吗？我们要乱乱上人家。好坏了一个 ，Collection Trust 什么来着？你看，哇，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发光头发，然后，喂，要不然我跟你讲，这个女生呢，哇，跟着我，不动，你不要跟上哦，我好才是有良心的，你看啊 ，Collection Trust， 哇，连这款游戏啊 ，Roblox Blox 本本啊，这个什么改版本的 Roblox Blox 啊是。哇，有出新的这个 collection traffic， 我不敢再被扫了一样，我要去扫人的地方。怎么这个人一直跟过来，还要给我？喂喂喂喂，这什么？喂，不要吧，怎么？喂，不可以扔了，谁来的 CB？哟，海兽 CB 出现了，哟，哇，很累哦。那个贝根吧，你看，还在那边傻傻飞来飞去，你看，只会吓人。唉，你看是不是？这样的人最讨厌了。我抢年兽，不知道他吓人之后，喂 ，Berry 又是很像那个，然后那个去墙壁，因为我在这款游戏我用过 Berry 呀。刚才我在垃圾桶抄到那个 baby 呀，从垃圾桶拿夹到了，就是从地上哦。你看，鸡爽哦，果实 spawn， 每50秒果实都会 spawn， fruit spawn every 15 seconds， 哇，很爽哦。你看，那你像这个一个小时才 spawn 一个，真正 Roblox Blox fruit， 啊，这个 Roblox Blox fruit the bad， 这个 Roblox Blox fruit 的。改版本的游戏啊，哇，每50秒 spawn 一个，极爽哦！啊，而且在还有垃圾桶在这里可以抄到哦，而且地图这样小，你看随时出现这个 CBS， 哎，这时候找到龙啊，或者是什么？哇，什么来的？垃圾桶上面，先子，有什么声音？哦，你看我拿到先子跟 Berry， 远离人群。什么事啊？现在我都怕怕的。哟，这个时候，哎，喂，chill，OK， 我们先去那个白色房子看看，可能那边没有人。人前面那个白色房子，你看我的命极少哦，他被一些人，哇，然后不得他，还可以，这么管不到他去的，哇，没有逻辑。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烂，他 key 都不长掉。哦，要 VIP 是？你看我进不到，要 VIP。啊 ，VIP 房间，你是睡不着没有睡着的咩？哇，你看我半条命，刚才差点要死哦。你看哇 ，Dragon 是。不可以人哦，人是这些人。OK， 垃圾桶这里还有海边的，你看只有一个 level 游戏在那边。来抽一下垃圾桶，垃圾桶。等一下有什么呢？豆腐，哟！曾经它还是整个 Roblox Blox 最强的一个 food。自从 Update 20开始，有几个 food， 爆买 Kitchen food 啊，就是以前啊，豆腐曾经是最厉害的，在 Blox。后来Update 20的时候。他才改变，你知道啊？哇，那一样哦，我很像生活的。
哟，人生中第一次用到豆腐，也是在这款游戏。哇，改版本的，居然第一次用到豆腐，竟然是在改版本。自从 Roblox Blox Update 20啦，豆腐就变成前几名抢好多，因为有 Pixel 嘛。然后到了最新的 update 就是 Give update 呀，又有一个更新的 T-Rex 呀，我不知道 T-Rex 比较强是 Kitsune 啊，你们可以讲了，但是我没有开 comment。 我很怕那女生呢，突然间一下杀我就糟糕。而且你看历经千辛万苦的啊，你看维诺夫都有 Caris 穿那个神秘的是都有呢，那个 Calyx 穿那个 foot 包是什么呢？我就知道是改版本增加的 foot， 我也不知道那个 Calyx 穿是什么意思。我现在用一下 Dove， 龙文曾经用过 Dove， 但是还比较喜欢用那个什么啊，不达 foot 跟我一样。波哥 ，Let's go， 波哥，我要去一下我心情了，真是真的是人气到要吐血了。OK。准备要玩了，这影片你看，哇，炸弹哦！现在去打那些鱼。哦，难怪啦，刚才那个哎，这个打我的，还有就是豆腐，哇，豆腐连个豆腐都这样容易拿，我干脆可以拿到 Kit 去拿，传说中的 Kit 去，好开心。不好，喂，他会不会攻击我们呢？我老哎。你打我呀你！喂，你是故意打我还是不小心打到我？喂，闭！我怕！哇，好彩这个，好彩这个游戏没有 logic 哦，接下来不会解命哦，好彩这个游戏没有 logic， 不然我跟你讲，所有东西白费了。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很令人讨厌的。好彩这个游戏没有逻辑哦。你看，跌下来呀，从高高，你看，甚至飞到云哦。你们看到是飞到那个云啊？去，从高高跌下来呀！哇，好，都还没有减命哦。好彩这个游戏没有逻辑哦，真的是。有话，哎呀，这些是怎样啊？不用紧啊。等下我拍完片，我 leave game 还不是一样，爽罢了吗？呀，豆腐，炸弹，哇，很像老伯父的。啊，我与这个人一样，也是用豆腐，刚才就是要缠上我的。哎呦，不够坑啊！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就是用这一招，你看，把自己抬上去。OK， 所以大家今天我就玩 Roblox Blox， 但是是，哎，飞哪里去哦？哇，飞哪里去了？到底？世界末日了，哟！雷神，啊！喂，我这样飞出岛外哟，不是只有一个岛吗？了没？这样，喂，哇！我这样飞出的 ，Oh my god， 奇迹哦，大家！我这样飞的，哎，明明不是只有一座岛吗？怎么我会飞要去雷神的沙漠 ？OK 啦，所以今天我就玩 Roblox Blox， 但是是，改版本的，就是。Roblox Blox Root But bad OK 你看拿个豆腐很容易，可是这些我找了很久了，其实没有了，一次过收刮了，你看啊，又没有了。 OK 啦，拜拜啦，拜拜。 OK， 拜拜 guys， 我这台第一台手机位置可能不够。 OK 啦，建议可以建议你们玩了，只是建议你们啦，最好不要在 public server 呀、yeah, 至少要在那个 private server，不然你看这样的负担被人家杀怎样？OK 了，所以这个影片结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